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中午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今天的话呢，是2023年的6月26号礼拜一啊。好，礼拜一的话呢，吃素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素食吃什么。来，其实我蛮喜欢吃素食的。好，那今天的话呢是紫菜蛋花汤，然后这个是三，这个是什么？三色蛋。真的、哦？对啊，黑色、黄色、白色，三色蛋。色蛋。对，这个是 N U Pasta 很好吃的一道料理。讲什么？我们发展的时候有这个东西。好、哦，天天食堂，天天食堂都没有。然后卤味盘，这个是泡菜，高丽菜，是高丽菜了，高丽菜，它也可以做成泡菜。这个是高丽菜，好，高丽菜卤的高丽菜。然后这边的话有饭，啊，大姐嘞、哦，大姐在这边，我们感谢大姐帮我们准备每一道美味的料理，谢谢大姐，谢谢大姐。